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勾第十针的时候，和之前的这个长短针是一样的，同样的将钩针插入到中间这个短针所在的洞眼里，也就是这一针。绕线拉出，勾一个短针，这一个间隔也勾好了。接着只要按照同样的方法将这一排勾完，注意中间这里空一针不勾，还差最后一个组合，剩下的我们全部不加不减的勾短针。这一排就结束了。接着是第六排，另一个辫子针，将织物反过来，从起针的洞眼开始，不加不减的勾短针。就像这样不加不减的勾短针，按照这种方法一直勾到最后，然后再勾一个锁针固定，将线剪断拉紧。这里我就不再演示了，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前六排完成后的样子。需要注意的是，整个毯子每两排换一次线，都是在最后一针结束的地方换线，然后将织物反过来开始勾下一排。接着我们换线勾第七排和第八排，这两排同样勾组合来形成波浪形状。除了开始和结束的几针和第二排和第三排有所不同，其他地方的勾法都是相同的。下面请看我演示第七排，拿起我们需要的线，在上一排的最后一个洞眼里绕线拉出，然后勾三个辫子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将织物反过来，这一针相当于一个长针，在第三个辫子针上扣一个记号扣作为标记。然后从下一个洞眼开始，不加不减的勾两个长针。勾的同时，可以将线头收掉，找到下一个洞眼，不加不减的勾两个长针。一、
二，接着是两个中长针。一个短针，开始这里的六针相当于从组合中间开始勾起的，也就是半个波浪的形状，然后勾一个短针作为间隔，接着勾九针的组合，一直到这一排的最后。还差几针，最后这里的勾法和开始的几针是相对应的，同样的是一个短针，两个中长针，三个长针，这就是第七排完成后的样子。第八排，这一排的勾法和第七排是相同的，勾三个辫子针作为一个起立针，这一针相当于一个长针，在第三个辫子针上扣一个记号扣作为标记，然后将织物反过来，反过来之后再下一个洞眼开始按照和第七排相同的勾法将这一排勾完，同样是和第七排是一一对应的，这里我就不再演示了。大家看一下，这就是第八排完成之后的样子。接下来第九排是不加不减的勾一排短针，方法和第五排是相同的。下面请看我演示，找到第八排的最后一针，绕线拉出，勾一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然后将织物反过来，在同一个洞眼里勾一个短针，接着是不加不减的勾短针，一直勾到两个组合中间的这个短针为止。勾的同时我们可以将线头收掉，这里一共勾了六个短针，接下来我们勾到中间这一针间隔，方法和第五排是一样的，除了起头和结束的短针数不一样，其他勾法和第五排都是相同的。最后几针全部勾短针。需要注意的是，最后一针要勾在上一排起立针的第三个辫子，也就是扣记号扣这里。
这就是第九排完成后的样子。接着第十排是不加不减的勾一排短针，这里我就不再具体演示了。大家看，这是我完成的毯子的小样。这是第一到十排完成以后的样子。接着只要重复的勾第三到十排，就可以完成毯子的主体部分。具体的尺寸和排数我们图解中都有标注。需要注意的是，勾完最后一针短针后不断线。完成毯子主体以后，我们来给毯子勾边。先来看一下勾边的图解。从图中可以看出，毯子的勾边一共有两圈，是由辫子针、引拔针、短针以及短针加针完成。编织顺序是毯子主体最后一排结束后不断线，继续逆时针环状向外编织。勾边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三种情况，一种是在毯子的两个侧面勾短针，第二种是在起针的辫子针上勾短针，第三种是在毯子结束的一排短针上面勾短针。建议大家勾的时候对照我们的图解。下面请看我具体演示。这里我同样用这个小样来演示。这时候钩针还在最后一排结束的线圈里。先立一个辫子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下面在毯子的侧面勾边，这一面是在短针对应的洞眼里勾一个短针，在长针对应的洞眼里勾两个短针完成。我们找到下一个洞眼，也就是这一排短针对应的洞眼。在里面勾一个短针，在这个短针对应的辫子针上扣一个记号扣，用于这一圈最后的连接。找到下一个长针，也就是我钩针指出这里，在长针的大洞里面勾两个短针。下面这个长针上也勾两个短针。一、二。下面这个短针对应的洞眼里勾一个短针。下面一个短针同样的勾一个短针，这里只要挑起稍大的洞眼就可以了，都是在短针洞眼里勾一个短针。下面是长针，我们在长针的大洞里勾两个短针。按照这种方法勾到这边的最后一针，最后一针。勾完以后我们将毯子转一下，开始勾这一边，这一边是在起针的辫子针里面勾短针。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边全部挑起辫子针的两根线来勾。我们在第一针里面，也就是这里，在第一针里面勾三个短针，一、二、三，这三个短针作为毯子勾边的一个角，其他三个角也都是在同一个洞眼里勾三个短针。我们在中间这针短针上扣一个记号扣，作为下一圈的标记。找到下一个辫子针，挑起两根线，继续勾短针。在每一个辫子针里面都勾一个短针，按照这种方法将这一边勾完，还差两针。最后一针同样勾三个短针，在中间这个短针上扣一个记号扣，作为标记。接着将毯子再转一下，下面勾到毯子的另外一个侧面，方法和之前的那个侧面是相同的，都是在短针对应的洞眼里勾短针，在长针对应的洞眼里勾两个短针。我们按照这种方法将这一边勾完，长针的洞眼里勾两个短针。短针的洞眼里勾一个短针，这样这一边也完成了。还剩最后一边，这一边是在短针对应的辫子针上面勾短针。我们找到第一针，在上面勾三个短针作为毯子的一个角，注意这里挑起的是辫子针的两根线。同样可以在中间的短针上扣一个记号扣，这里我就不再演示了。然后按照不加不减的勾法，一直勾到最后一针，还差两针。最后一针同样勾三个短针，然后找到这一圈的第一个短针，也就是扣记号扣的位置，勾一个引拔针。
绕线直接拉出。需要注意的是，引拔针要拉紧。毯子钩边第一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二圈。这一圈除了在毯子的四个角中间的一针，也就是扣记号扣的位置，钩三个短针以外，其他地方都是不加不减的钩短针。请看我演示。先立一个辫子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然后在起针的洞眼里不加不减的钩短针，一直到毯子的第一个角。还差一针，下一个短针，也就是三个短针中间的这一针，扣记号扣这里，我们在这一针对应的辫子针上再勾三个短针。一、二、三，接着不加不减的继续勾，一直到毯子的下一个角。毯子的第二圈勾边，除了四个角是在中间的短针上勾三个短针以外，其他都是不加不减的勾短针。这里我就不再具体演示了。我们勾完以后，最后再勾一个锁针进行固定，然后将线剪断，线头按照织物的纹理收好，整个毯子就全部完成了。